关系到彰化县工业发展的二林精密机械园区开发案，已经是无通过环保署二阶段环评，当地居民是真不满，要求重新评估。因为二林精密机械园区开发案是关系到当地甲附近乡镇的发展，希望中央会当听因的声音，重新评估。二林镇万兴里保安宫，四界拢会当看到不满的标记。就伫这场抗议说明会场的附近，表达当地对中央政府不满。二林地区发展工业区促进会理事长洪文哲表示，中央环保署无顾电器需求，予二林精密机械园区二阶段环评无通过。咱就是爱，予咱万宁地区老百姓共同来抗议。环保署这个已经无用开发，但伊在停止，一个月内底。咱一定地方内底一定要有继续，咱继续开发二林精密机械这个动作出来。二林镇长蔡师姐表示，精密机械园区甲中科二林区，拢是二林镇未来发展的重点，是袂当欠缺的。咱的周边经济会搁较好，咱希望讲咱的发展、交通等等会搁较畅通。这干那是我初步的想法。当然，专业的部分，我有一个看法，就是讲，咱中科既然二次环评拢会过，是安那伫个一条路计改，咱的二林精密机械园区会不通过？为什么？哦，环保当然咱爱顾，但是环保伊所驳回的理由、理由啊，很牵强，很牵强。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支持我们二林精密机械园区，支持管政府爱国信号。支持咱一定要搁开发咱的二林精密机械园区。对这个事件演变，副议员张国栋甲谢燕惠是相当的不满，希望中央政府会当顺应民意。足不应该，咱二林是个传统的农业乡镇，过去咱彰化县政府对面县县长，包括当时马英九政府，希望讲甲咱中科市区，甲咱精密机械园区。该开发起来，予咱台湾有搁较多、搁较好的厂商来咱二林进驻，带动地方的发展，带动地方的就业机会。中科市集伫过去纷纷扰扰已经过去啊，我来讲这政党恶斗，中央甲地方无共调，是咱老百姓上大的苦。咱二林精密机械园区，咱要用的土地，咱是用。台糖的，啊，毋是讲去证明到啊，民间啊，所有大家有咧种植的土地，对无？迄种台糖地啊，即摆台糖地你无开发，你囥在遐咧芳，对无？甘蔗的经济的产物，到即摆嘛毋是到经济产物呢，对无？还是讲无种的芳，对民众袂交代，无嘛是闲置伫遐。咱即摆是利用咱台糖遐闲置的土地来要做一个二林精密机械园区。外团二林精密机械园区环评无通过，可能是中央政府不满彰化县政府因为风力开发案来操作，当地民众期待落空，只会当由政府提出申报，再次来拼环评过关。新彰化新闻，白明林二林采访报道。